是不是非常有气质，而且很好看？希望这位美女前程似锦。Hello， 我是菲菲。现在的大四们已经毕业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毕业照，寻找最美毕业证，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大学呢？是青春的，大四那一年是成熟的，所以希望他们都有好的前程。哇，这样的学姐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让她毕业，是不是这么想的呢，学弟吗？民航的，哇，那套服装真的，这种制服真的很帅。爱有什么处理？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的在心里，说一万遍我。是不是毕业了真的很快乐？但是毕业久了很伤心。哦，这个好美啊。She got me going psycho.妥妥的女神呐、啊，心动了，怎么样，想不想上这个大学？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不愧是北电啊，美女如云，当然了，帅哥也不可能少了，所以你们要好好加油。 Mar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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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ria每一年都要看一下，值得回味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相信，在未来某天会遇到你。听你说说，这真的是让我太羡慕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等到你们以后毕业了，真的要穿一些很与众不同的服装来拍毕业照，真的很有价值，很有纪念意义。青春时光一直都很美好，当然了，校园生活一定会过去，步入的就是社会生活了。希望他们在工作这条道路上一切顺利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